做菠萝。先准备两个颜色，将黄色捏成果实的形状。接下来我们来做叶子的部分，首先将绿色搓成长水滴形，再取绿色切若干小段，将每一段按出叶子的形状，依次将叶子重叠起来，一边粘一边调整，叶子部分就做好了。我们拿出刚刚搓好的黄色，在顶部搓一个洞，调整到能放叶子的大小，那么菠萝大体的形状就做好了。我们接下来做菠萝的花纹，先用压刀按出花纹，再用针棒或牙签搓出小洞。那么菠萝就做好了。